Hello，Hello，姐姐，又见面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冤冤睡不醒，你现在睡醒了吗？刚醒，刚醒。哇，好，我好幸运，好准备幸一运。上学了，好厉害！你想看吃什么？你想看吃什么？姐姐吃个萝卜，吃个萝卜。啊，刚吃了一个呀。那吃个水莲果吧。雪莲果，OK，行，对，那我来吃个雪莲果。我有三个，你选一个。中间这个吧，尖尖的。OK，洗，大致洗一下，大致洗一下。要亲近自然的味道。对，大致洗一下，就是不要说吃的时候那个泥从下巴流下来，对，但是不能洗完，不然就不好吃了。那接下来吃一个雪莲果。哇哦，好脆哦！哇哦！到雪山了，到雪山了。很脆，很甜。你那边杂音有点大，那边杂音有点大。杂音很大。我这边有点卡。我就看到了这个，我看现在吃啥。姐姐，我这边连麦比较卡，我就先下了。那抱歉抱歉，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我这边网不没太关好。系，是我可能我这边网不太好。好，姐姐，拜拜。打给直他，播间的点第二点加人。号，点加号，给榜二点加号，拜拜。雪莲，主播现在吃的是雪莲果。很清香，它的口感真的就像，那种雪域的世界里面开着那种圣洁的雪莲花，就是那种味道。虽然这个是泰国本地的雪莲果，山上的，但真的就是有给人带给人的感受是那样。所以我觉得起名字的人一定是因为这个味觉给人的感受起的名字。我这么认为。你看，就是你不用把它洗得太干净，这样呢，这些勋章它就离你很近。好，就说你不要把它洗太干净，你看到吧？这就跟大自然整个就全部链接上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生长的环境，那个环境全链接上了。这个不是开玩笑，但是我建议大家洗干净哈。但咱们老人不是也有句话吗？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，听过的扣一，听过的扣一。
我想咱们直播间现在应该没有洁癖的人了吧？洁癖的人应该已经受不了了。抱歉，抱歉，不是故意的。我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？可能我是故意的，但是我不是故意要吓你，对吧？我是故意不吃这个，但是我不是故意要吓你。我洗一下手啊，手可以洗。水莲它的品质呢，当然是冰清玉洁。像那种。歌词怎么说？风姿卓约是这样说吗？我天哪，像那种仙子的感觉。哇！哇哦，在海拔4-5千米的雪域，然后阳光的银光洒在这个雪域上面，超级美。这种风景就像天堂一样，超级美。谢谢谢谢，好。那雪莲果就吃到这里了。